还爱我吗？白昌说你要结婚了。什么时候？下个月。恭喜。阿姨，陆叔叔要结婚，会比较忙。我在车上跟你说的话，你自己也要惦记着。还有，如果在学校被冷落了，记住归校阿姨说的，转校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，久了他们就接纳你了。你继续忙吧，我先走了。